我觉得这一台 GX2 的三角钢琴应该是放在家中去演奏或者练习最佳的选择之一。我们大家可以听到，从刚才的肖邦最出名的这首夜曲里面，这首钢琴的这个音色是非常的具有歌唱性，非常的人性化啊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个触感也非常的厚实，很有深度。在这一台这么小型的三角钢琴里面，就可以体会到一个音乐会用琴，一个大三角的那样一种触感以及音色的感觉。然后同时呢，我也非常喜欢这一台 GX2 三角钢琴在高音区的这种透亮的音质。整体来说，这高音区具有一种几乎是晶莹剔透的这种感觉，好像水晶或者好像钻石一样，我觉得闪闪发光的这种感觉。大家可以在这台琴上去尝试出很多不同的音色。那么其实讲到很多层次的音色呢，这一台 SK2 的三角钢琴就更加的出色了，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非常广阔的一种从低音到高音区的层次。比如说这一首今夜无人入睡的钢琴版里面，大家可以听到在低音区非常厚实的同时，高音区依然可以穿透出来，就仿佛这个一道光去穿破层层迷雾的这种感觉。我觉得在这一台琴上演奏，大家几乎可以像魔术师一样去实现自己在任何音色上面的幻想啊。那么真的，其实作为一位钢琴家来说，能在这么一台音色丰富的钢琴上演奏其实是非常幸福的。大家可以听到呢，这个声音的色彩在非常平衡的同时，创造了一种无穷大的一种和声效果，几乎可以有时候像一台乐队，或者可以模仿人声，可以模仿不同的乐器去发挥出各种各样的魅力啊！所以说希望大家都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一台 SK2 的三角钢琴。